以前就话榨果汁，而家慢磨机盛行，应该都要改口讲磨果汁啦。市面上最初只系有韩国机嘅啫，到而家连一般家电品牌都有出唔同款式嘅慢磨机，咁到底点样拣先好呢？今次就揾咗果汁店嘅老板嚟试用，听下佢对慢磨机嘅要求。揀嗰個慢磨機嗰陣時咧，我哋都有考慮唔同因素嘅。第一啦，就係可能擺生果落去，佢嘅出水嘅百分比啦，即係出水率高唔高。第二啊，就係睇網上面啲人，如果係即係買咗啲慢磨機啦，佢哋有咩評價咧？會唔會話啲味道 OK 啊，唔 OK 啊？呢啲都係好重要嘅考慮因素。最後就係可能佢清洗嗰陣時啦，到底容唔容易洗得乾淨呢？首先试嘅就系慢磨机嘅元祖，韩国嘅惠仁慢磨机已经出到第三代啦。HQ700 采用咗双重压榨、双轨道螺旋推进器，转速1分钟43转。呢一次嘅测试特别用咗容易氧化又够硬身嘅红苹果。阿 Ben 首先就放入切块嘅苹果，两个苹果磨出咗320毫升嘅果汁，啱啱拎出嚟嘅时候泡沫唔多，检查果渣亦都算干身。韓國嗰部咧就佢好處嘅地方就係佢容量比較大啦，同埋相對嚟講佢哋生果可能佢出汁量啊，同埋佢嘅果渣咧都會做得比較好，咁變咗可以佔用曬每一個生果，出多啲果汁。咁如果係話唔好嘅地方，就其實希望佢可以將嗰個放生果嗰個入口啦，可以加大佢，甚至可以好似放到成個生果落去。接住就要试下惠仪婆嘅新机啦，以每分钟55转嘅低速螺旋压榨果汁，只系放咗一个苹果啫，就已经满晒啦。容量细啲，果沙亦都有啲湿。而唔好嘅地方，其实最主要佢容量比较细，变咗磨一杯果汁都可能要分两次开盖啦。咁呢样系一个几大嘅缺点咯。不过机身咧就比较细，家用嘅时候可以随时收起，而且价钱亦都比较平，适合入门嘅人士。韩国另外一个品牌 Coolthings 同样是垂直螺旋式压取，转速是每分钟80转，最大的特色就是投入口够阔了。整个红苹果都可以直接放入机里面，这一点非常方便。一个苹果榨取的果汁大约150毫升，换算起来和刚刚试的两款差不多，果汁亦都够干身。除了果汁和制沙冰，亦都可以加个配件做高纤豆腐，多了一个功能。如果用嚟磨较高纤嘅食物，例如系香茅，黄色嘅螺旋就冇咁容易俾啲渣塞住啦。美国 Omega 黄色螺旋慢磨机，轴心就喺摩打前面，好似扭毛巾咁揸取果汁。同样放入苹果入去测试，由于投入口细，所以苹果就要切得细大啲啦，而且要慢慢放入苹果。操作嘅时候声音亦都比较响，但系果汁出嚟比较幼细，亦都冇好多泡，有大约160毫升嘅果汁。而另一样有特色的功能就是可以换口做面，适合入厨爱好者。